通知大家这是假的哈。记者出面提醒民众别被骗了，一页是广告打着白沙屯妈祖的名号，贩售限量石墨烯联名腰夹，其实拢是假。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低，那引起了消费者的一个注意哈。那也有信徒打电话来询问我说，我们没有在贩卖任何的东西哈。他所注明的这个地址跟这个联络电话，都是我们白沙屯妈祖网络电视台这边的电话哈。直到民众电话询问，冒用话术才被揭露。网页登载地址与电话使用单位修正，并未刊登脸书粉丝专页及夜市广告。已有诈骗之可能。警方调查，目前尚未接获民众报案，而实际贩售此商品的业者也感到困扰。我要在这里声明，我们公司绝对没有夜市网站、雷射商标，请要认领。诈骗集团蹭妈祖热度，看准破160,000名香灯脚报名，关注度逐渐攀升，以几乎1/5的价格低价贩售此联名商品，能否真的收到货不得而知。警方再三提醒，想买商品还是得寻求正规管道，别落入诈骗陷阱。三立新闻黄孟贞、苗栗报道。